干我奶，我发现了一个无敌点位。妈呀，鬼啊！妮妮，我不是鬼，我是奶糖啊。什么？臭奶糖，你怎么变成空投了？因为这是玩具懂了吗？在这个地图吃食物就可以变成玩具。真的假的？哇塞，我变成了小车。不过这也太明显了吧。奶糖，你不是说有无敌点位吗？我们快去吧。好，无敌点位就是这里，我们可以另外的跳到了墙壁上。切，臭奶糖，这就是你说的无敌点位？我看是狗带点位还差不多。你快要断跳，掠夺者肯定也会。妮妮，别急嘛，好事还在后头呢。我们接着再用二段跳跳到旁边的这个墙壁，只要跳下去，我们就可以出图了。什么？跳下去？这么高，摔下去不会狗带吗？你试试不就知道啦？妈呀！就！哎，就这啊！哦耶，竟然没有跌落伤害，嘿嘿，这下无敌了。臭奶糖，你竟然敢推我，我跟你没完。什么啊，妮妮？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地图没有跌落伤害，所以才推你下来的。哼，最好是这样。要不然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。还好我机智，要不然小命不保。小猫咪都躲好了吗？我固定掠夺者要出来了哦。不行，我这一身高达机甲也太显眼了，我得伪装成人类的装扮，瞒天过海。不定不定，你还在那傻子愣着干嘛？掠夺者马上就要出来了，我带你去个无敌点位。来了来了，嘿嘿，没想到小王子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刚好我可以等小王子带我去无敌点位，然后将猫一网打尽。真不错。哎，这不是去我家的路吗？小王子，你就要躲掠夺者家去？冰哥答对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们先变成玩具的样子，等掠夺者出来我们再进去，掠夺者肯定想不到。是吗？小王子给我狗带吧。啊，臭布丁，你怎么是掠夺者？你不是人类的样子吗？那是因为我故意伪装的。现在就剩下妮妮和奶糖了，这两个人会躲哪里去了呢？哎，水里有那么多鱼，他们肯定躲在里面，还想混水摸鱼，都给我狗带吧。面对疾风吧。哎，怎么都不在呀？难道在这个小房子里？也没有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们肯定躲在二楼的魔方里面了。哼，想瞒过我布丁，不可能呀！可恶，什么都不是，这个臭奶糖和妮妮到底到哪里去了？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睡得真香啊，这个布丁肯定没想到我们躲在图外面。可是我们怎么回去啊？对哦，我们怎么回去啊？这么高，就算是百段跳也上不去啊。什么？那我们岂不是要在这里孤独终老了？臭奶糖，你个坑货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什么办法能从图外上去吗？